短期筹码的抛压明显增加，不利于继续突破，比特币鲸鱼积极增持，上车的机会到底在哪里？刀刃浪尖上跳舞， BKX 交易所暂停提币，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想当美国总统就要支持比特币，看看美国民意有几成会表示支持。 ChatGPT 大火，倒卖账号就能发家致富，我就问你上头不上头。虚拟地产价值崩溃，仅一年多时间最高跌幅达到 93%。 用加密货币重新丈量世界，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一起慢慢变有钱。5月30号星期二，币联何在，我是 Michael。 比特币的铭文总数目前接近了1000万，目前的总数是957万4192个。那大家都知道呢，这个铭文是通过比特币交易的见证部分添加到聪这个比特币的最小的元数据上，那元数据可以涉及文本、图像还有视频，但是限制了4兆左右的一个大小。那这张图显示了基于文本的铭文构成的这个技术铭文大部分的一些数据啊。那目前呢，文本的运行的速度大约是每天20万个，这个数字呢，在整个五月份是略有下降的，表明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支付高昂的 gas 费。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加密货币的清算金额超过了1.18亿美元。数据显示呢，有10000个或者更多的比特币的鲸鱼，目前是继续积极的增持比特币。从盘面来看呢，资金继续进攻的欲望并不强烈，反而是短期的筹码抛压明显的增加，这种走势并不利于价格的继续突破。近期的行情反转之后呢，大家着急有没有机会再上车？那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比特币的观察要回踩我们周评当中提到的那个非常关键的支撑位置，如果这个位置不能够突破并且站稳的话，短期回调的压力还是在的。大家发现没有，近期的币圈是联动美股的期货，所以明显可以看到以太坊啊，并不是率先上涨的，而是后面补涨上来的，中期的走势可能会比比特币更加稳健。好，我们来看新闻啊。自从21年5月份中国开始禁止比特币挖矿和交易之后呢，几乎所有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以及比特币的矿工们都是抱头鼠窜般的开始流亡海外，对吧？那就在这种架势之下，没有哪个交易所我想敢把他的私钥以及他的员工大部队都留在国内的，对吗？但是偏偏就有不信邪的，比如说这个 BKX 大量的团队都留在国内，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意味，对吧？好了，最近传出了 BKX 被一锅端了，交易所也暂停了提币。加密货币交易所 BKEX 在29号晚间陷入了停止提款风波，一时间引起了社群恐慌。据官方公告， BKEX 目前正在配合警方取证，对此将暂停提币以配合工作。而根据其他消息称， BKEX 交易所的高官和技术团队已被成都、深圳两地警方协力逮捕，并遣散普通员工。好， BKX 这叫不作不死，对吧？ No 作 no die。 那如果想玩交易所，想进这个红海，我觉得您老老实实在海外搭建不行吗？如果您肉身还在国内，我相信迟早都是出问题的。大家判断项目的风险，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我就想问一下，很多用户在我们一再重申一定要减小对中心化交易所的依赖的时候，像 BKX 这种野鸡交易所，您的钱放在里头，您真的能睡得安稳吗？我的建议还是老样子，小资产在币安或者欧一些主流交易所，大资金准备一个冷钱包，自己保管好自己的资产，才是在币圈混的真正的要义。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大选啊，不是大选，而是大选的一项投票。大家知道呢，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登记已经开始推上日程了。没想到啊，被推上热搜的不是总统候选人是谁，而是一条民意调查。这是美国的上市软件公司 MicroStrategy Michael Saylor 27号在推特上发起的一项民意调查，主题是什么呢？询问你是否会要求你的总统候选人在赢得你的选票之前表态支持你的比特币的权利呢？很有意思。截至目前为止，有超过3.1万推特用户投票，其中约83.8%投下赞成票，另有16.2%投下反对票。此前，前总统肯尼迪侄子小罗伯特·甘乃迪已公开表态力挺比特币，并宣布接受比特币作为竞选捐款，而将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也在上周宣布，如果能如愿当选美国总统，他将保护比特币。毫无疑问呢，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成为了关乎比特币未来的一场公投，总统竞选人对于加密货币的立场成为了币圈关注的焦点。毕竟在当下美国监管的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已经有很多企业开始考虑搬离美国了，所以监管大锤一日不落下，市场就一日不得安宁呢。
AI 火热正当时，倒卖 ChatGPT 账号，单价翻十倍，月赚20万人民币。曾经寸土寸金，现在无人问津，元宇宙地产变烂尾楼了。俗话说得好啊，有热度的地方就有商机，那站在风口上是什么都能飞起来，对吧？很多年前互联网刚兴起，如果你手里握着阿里腾讯的股票，在沿海买个房，那不就是一眨眼的事儿吗，对吧？几年前短视频才刚刚流行，只要你认真去做，也许也能发家致富。所以每一波热点出现的时候，只要你嗅觉够灵敏，总能抓住商机。那如今 ChatGPT 大火，一些人也利用它找到了财路。我们来看一下，据报道，因中国 IP 无法使用 AI 机器人 ChatGPT， 网络上开始出现售卖 ChatGPT 账号的渠道。一位匿名卖家表示，尽管十天半月店铺就消失一次，月均销量依然还能有5-6千，单月流水超过15万元，而拿号成本也就10000出头，单月纯利润就能有2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 ，ChatGPT 批发账号成本仅2.3元人民币。目前市场价可达30元人民币，而在 ChatGPT 的 iOS APP 上市之前， ChatGPT 账号更是达到了99元人民币的高价。所以说啊，生活当中处处藏着机会，就像加密圈一样。2021年的春晚，演员沈腾提了一个狗王啊 ，Doggy King， 立刻就狂涨数万倍。柴犬币蹭了狗狗币的热度，现在还是排名前20的加密货币。而 Floki 在世界杯乒乓球锦标赛露了一次脸，直接价格上涨10%。所以这都是一些经典的案例，把握其中一个都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所以有热度的地方就不缺少商机，关键是看你能不能抓住。所以我们的会员直播，您得关注一下。好，我们来关注一下2021年曾经被炒上天的加密的虚拟地产。那在2022年经历了整个行业的寒冬之后呢，交易所倒闭、大环境熊市等综合因素呢，当初火爆一时的元宇宙土地，现在真的是土崩式的暴跌。五款非常知名的元宇宙的土地，更是失去了当年辉煌的这个样子，虚拟地产业一片荒凉啊。元宇宙中 ，Arzadid for Arzside、The Sandbox、Decentraland、Samium Space和 Voxels Mad Errors 等五款知名元宇宙游戏，截至2023年5月29号，元宇宙土地地板价已回落到 0.37ETH 至 1.09ETH 之间， Arzadis 的土地地板价仅剩 1.05ETH， Sandbox 的土地地板价格现为 0.5ETH， Decentraland 的土地地板价格则是 0.538ETH， Voxels 跌的幅度最大，来到 93%。前几天的 Voxels 还在官方的推特上发文苦笑，调侃自己说，我还在第五名呢，那其他排名前四的虚拟地商没有做过多的回应。其实在这个暴跌当中，赚钱最多的应该是虚拟土地商，那亏得最惨的应该是参与的投资者。不得不说啊，这个 Voxels 心态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的状况，大家觉得是元宇宙概念已经过时了呢，还是说虚拟地产回归本真了呢？我们在评论区来探讨一下吧。来看今天的币圈大事件。火币发推称，火币 HK 现在在香港提供现货交易与虚拟资产托管服务。目前，火币 HK 正在申请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Web 牌照，并与独立审计师共同制定安全、合规和反洗钱措施。基于 Arbitrum 的 Dreamboss 协议在周末遭到攻击，损失730万美元后，开发人员正在衡量该项目的 V2 版本。Dreamboss 表示，正在与安全研究人员合作，以收回丢失的资金。这些人之前曾帮助 Euler Finance 追回超过2亿美元。据 CryptoSlam 数据显示，目前比特币网络已超越 BNB Chain 在 NFT 销售总额的区块链排名中位列第10。目前比特币网络 NFT 销售总额约为3亿3102万1670美元。Little Mummy Lab 旗下创新 NFT 项目 Mars 三款稀有特别款于昨天20点起进行连续3天的拍卖。每款的起拍价为15000 LMC， 拍卖所得将全部销毁。只要参与拍卖，相对应款式会额外获得 PFP 盲盒。自从 DRC20 代币问世以来，狗狗币区块链的交易活动大幅增加。与其他知名网络相比，狗狗币以其庞大的交易量脱颖而出。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5月27号创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里程碑，狗狗币交易数量超过200万笔的历史新高。
好，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梳理。如果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欢迎给我们点个赞，也欢迎您成为我们的会员。那这个链接当中可以看到所有的会员权益。在近期的会员直播当中，我们会频繁给大家推荐很多财富密码，随便抓住一波，我想一两倍的收益还是稳稳的。我们希望和你一起挺过熊市，一起慢慢变有钱。